操作技不对啊！慢着，我告你啊！我警察来了，你们查我了！你别，你快下车！我不上车，你快下车啦！真有吗？真有，我揍你！为什么我讲个话你就可以打架啊？来讲，来讲啊！你敢讲话，揍你啊！你手机翻来就好了，什么钱都不要。放开！啊！真告你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啊？没有大哥，不好意思，真的。你起码是啊，你再丢，你再丢人，再唔丢人。拍谁了？今天我听不清。什么态度？说115。对。爸，你去找了，吹过我破。好，谢谢。找我破我啦，是谢啦。115啊，你爸你好，你免着急。啊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听错了。啊，我现在拿钱找。我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听错了。你卖照，我带你，你卖照。哦，我找给你了。你干什么？我没有怎么样啊。你讲啊，阿边找钱，阿你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我刚刚跟先生想说对不起。我气爆了。我说对不起，我听错了。开始等，你搞讲啦，我未跟你等啦，我等你等的不是我啦。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听错了，谢谢。我刚刚跟你讲谢谢。我唔输啦，这几条街都包我啦，对面明打来，你考过，看会包我无？我无咧惊啦，我想我假顺啦，不管太阳花，不管地灵的拢捌我，树海拢捌我啦，我想啊，大哥拍水啦，啥物动的你赶快地挡，连接上断树纹啦，说车你听无？嗯，你骂我阿凯啊？安怎？我惊你哦。没有大哥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刚刚我听错了。你再丢，你再丢人，再唔丢人。拍水啦，今天我听我听。啥物态度？大哥啊，我头我嘛甲你讲，我真诶我听唔到，歹势歹势。哎，你怎啊啦？我好起来哟。没有大哥，我想，我想，我想叫阿文了，我想。大哥，歹势啦。我歹势啦。叫我落车无？哦，我会说好。明仔未送放风声，先打听出我阿准上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今天。有一个，但是我没有。他没有，他没有照相。他是谁帮你？有谁可以帮你拍？谁可以帮你拍那张单子？你叫人家拍单子传到你手机。冇，阿姨，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吧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来台湾几年了？我这3年多。3年多。哎，那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蹲下，你要靠起来，靠起来，通气啊，蹲下。你通气嘛，你知道哦。蹲下啦，蹲下，蹲下，我叫你蹲下，你听得懂国语吗？蹲下，你也蹲下，坐着好了，坐着，坐着。好，我们个线。坐着啦，你也坐着，坐着。是哈。哎呀。你打他的哦，应该是他没有错啦。你得给他测看，这个通了哎、欸，这个人帮我看一下，这个通了。那个，就想帮我看一下这个通了哎、欸。你喝完多久了？我刚喝。刚喝哦。说按你喝有没有？安全帽拿起来。你要跟我们回派出所了哈、哦，你要通气了。他说他要帮你拍那张单子。
深吸一口气哦，喊着吹水，我喊停再停。吹气啊！要吹气啊！没有吹啊！吹气，好，你先不要讲话啦。干嘛叫我呀？你通气啦、啊？你通气了？你之前有被你之前有喝酒被警察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等一下会请通意跟你讲。对啦，好不好？再来。好。步数还没有，我还没扣到。哦。好。等一下好了，我先让他签。好，你先给他签了。本所员警见两名移工双载骑乘电动机车有摇晃不稳的情况，遂予以拦查。经现场盘查之后，发现驾驶有酒驾的情势，经酒测值为 0.5。盘查后方乘客，发现该名乘客因酒驾而遭通缉中，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警方在此呼吁，骑乘或驾驶电动交通工具时，应遵守交通法规，请勿酒驾。